楚留香本乡风流倜傥的郑少秋一共演过几版楚留香呢？答案是五版。1979年，香港 TVB 隆重推出了郑少秋版楚留香，从此开创了楚留香和秋官的黄金年代。该剧主要分为《无花传奇》《大沙漠》《神功传奇》《最后一战》四个部分，与原著较为贴切，达到了77%的收视狂潮，让古龙先生都不禁酸溜溜地感叹道：“人们只知道郑少秋是楚留香，竟忘了楚留香的作者是古龙。”苏蓉蓉由女神赵雅芝出演，而原著中并没有的沈慧珊则由汪明荃出演，达叔则在剧中饰演了楚留香的好友胡铁花。该剧一开始主打楚沈恋，沈慧珊死后又将焦点转移到了楚苏恋，可惜最终苏蓉蓉为救楚留香也香消玉殒。79版楚留香的成功，郑少秋的香帅之旅从此一